老闆咩價呢個？呢個三千。三千啊？係啊，好靚嘅，你睇睇啊。好靚啊！係啊。老闆，你這個白花不夠包準喎，你這。跟你一樣的亮的。我覺得它沒我亮，好，我給你開一口啦，1500。2500了。看不到，說實話，你這塊料子、啊。又來了，每次都來，都看不到。眼神不好，眼神不好。这块料子是种子真不够老。对，这个种确实是一般般。还是新了一点，这个肉质不够细腻。但是水头可以啊，这个是油清料来的。不打灯还看不出来，你看这打灯这边这个裂，你看这片裂贯穿了。你注意一个牌子就行了。不够完美。你不要砍我了，我给你2000。这叫我怎么说呢？从你身上得偷点东西才行啊。真的，我给你都是实实在在的了。再降100块钱，1900了。你看这块问题还是有点多的这一块。再看高一点，你差不多也就出到我的本钱了。能拿就拿，不能拿的话我就放它回自然了。行了，可以啦，是不是我还给高了？没有的，好多人都出过价的，我都能乱的。你别坑我呀，哥，好不好？料子你拿回来啦，我们在评论区选一下合适的大哥。嗯，这个大哥说，妹儿，我是属牛的，所以想要1300以内给自己求一块牌子来保平安。最近生活呢也不是很顺利，没问题，现在就去给大哥设计一下吧。和大哥沟通后，是做了一块虚空藏菩萨，其为牛虎的守护神，其有着智慧功德。财富的含义，希望大哥以后能顺风顺水。料子已经切好货啦，1900拿回来的，我们取了其中一块做成了这个牌子。那我们今天呢就图个好一头，1280的价格落给这位大哥，现在就得近距离欣赏一下吧。喜欢的大哥记得给妹儿点个关注，点个赞吧。